多拉哥。原来是做梦。难道多拉哥真的发生什么事了？我有话想对你说，我想说，我喜欢你。潘洛，潘洛，潘洛该起床了，潘洛。该起床洗澡了，邻居家的鞭炮声，起来，该起床了，去洗澡。兰达，嗯，怎么了？打我一下。嗯，用力。你怎么了？我这是梦里有梦，简直就是连续剧。没关系，因为我也想最后送一次你啊，因为我要卖掉这辆车了。你真的要卖掉？小车车，希望你找到一位善良的主人。当然了，你快去上班吧，免得迟到了。嗯，啊，走了。潘洛，啊，如果没有带男朋友回来，你就不用回家了。神经，我走了。谢谢啊，拜拜。就是今天，嘿嘿嘿嘿，大家早上好。啊，帕洛。敦克，啊，这里你再稍微修改一下。哦，好。试着调整到这里，要不感觉不好看。嗯，看看这里放什么比较好，位置不够，图形应该放不下的。嗯，你改一下看看。哦，行，我想想。然后再往上调整一下会更好。没问题，没问题。还有，这个好像和上次的差不了多少。你看怎么改一下比较好。老板还没来啊？有文件要给他签字。啊，老板还没来吗？他刚刚还和我一起去总务部开会了，不过听说他还要去什么地方呢？这份文件麻烦他签字的。拿来我看一下。啊，我来。啊，我本来就是采购部的，我去拿给老板签字，我走了。
也许可以帮忙代替签字呢。对啊。嗯。着什么急？跑去哪里了？跑这么快？嗯。梅姐，对不起啊，姐，我没跟上，副主编跑得很快。哦，没关系。老板吗？我看到他在咖啡店，不知道和谁谈话。咖啡。哦，我忘记我没有买咖啡了啊！我要去了啊！拿着这个鞋，只能见到他。为什么今天帕洛这么积极啊？是啊，跑来跑去，我都快不好意思了。那需要我帮你去做吗？要你管。是的，刚刚你在和凯文副主编开会吗？是的，讨论下次要拍的时尚大片。那副主编哪去了？刚刚出去了。刚刚？是的。为什么我想跟你表白的时候见你一面都这么困难，卡文？你好啊，老板。啊，老板出去外面开会了是吗？哦，梅梅的文件老板就不用担心了，我来代签就好了。还有老板，你一定要记得找点东西吃，早上我看到你的脸色有一点苍白，不要忘了吃饭啊，老板。好的，再见。再见。我的小心肝，我的小心脏啊，你什么时候站在这里的？没什么的，帕洛姐。我好想经常生病，这样你就会一直照顾。你怎么能说这种话？谁会有时间经常陪着你啊？我们又没有一直在一起。怎么能那样说？乌鸦嘴，乌鸦嘴，你真是乌鸦嘴，帕洛佩林。梅姐，你要出去外面，我觉得你还是把口罩戴上吧。我查过 PM2.5 今天很高，梅姐还对粉尘过敏。没关系，我只是到五楼而已，没有要走出大楼。楼里也有灰尘的，要不然梅姐怎么会打喷嚏？戴上吧。为什么？我要和侄子一起吃饭，为什么这么困难啊？我不管，必须一起吃饭，因为你爸爸吩咐我和你谈谈你即将继任他位置的事情。继任位置？中午我等你。就这样。今天中午你要和总裁儿子吃饭啊，天天快来呀、这一次我一定不能搞错对象。
我老公，谁是我丈夫。啦啦啦啦，你好啊。啊，再等一下哦，观众朋友们，再稍稍等一下，我们一起来看看我的丈夫是谁。要这个，这个。妹妹，邓哥哥怎么会在这里、啊？来杯咖啡啊！怎么了？小声点儿，不要来管我。不行，卡拉姐现在正在满公司的找你了。等一下，工作不重要。不行，马上回去。还是说让我用这个拉着你脖子回去？你听不懂我说的吗？快走！我打人了啊！邓哥哥，走了。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啊？敦克，是姐，给你的文件完成了吗？我马上写啊，麻烦快点，那边催了。好的好的。帕洛，是。你有没有看到我之前写的文件？什么文件啊？哎，就是前两天你打电话去问那边要的文件啊。哦，我拿过去给老板了。哎，先拿来给我，我现在急用。急用是吗？是的是的是的。哎，好的好的好的。在哪儿呢？真的？啊？副主编，怎么了？副主编，老板，副主编，
铺主编怎么那么重啊？哎，怎么样啊？姐，没事了对吧？没事了对吗？没事了对吗？送到医院就好了。突然就晕倒了。你们在做什么？刚刚铺主编好好的就晕倒了。晕倒了？那他没事吧？已经送到医院去了。送医院了？姐，赶紧把医院地址发给我。啊，好的好的。真的很进去吧。我还给你，但是你要先答应我，你不会再消失了。你先答应我，你不会消失了，不然我就一直站在这里。那这样，我们最后抛一次硬币，如果是正面，你就进去；但如果是反面，这次我就不会认输了。托拉哥，谢谢，你还肯站。
之前照顾我吗？拍了本领。花了那么多我的画像，因为我想你的时候，无论是我在寻找帕洛白琳，还是我眼前的帕洛白琳，一直都是我爱的帕洛白琳。嗯，那你怎么工作到把自己累倒送进医院了？最近我总是睡不着觉，工作是一回事，但要一直等你的事，而且时间真的过得好慢呐。我说了会等你，对吧？但其实我等不了了。谁叫你这么说的？我是真的这样想，也这样说的。你看，像现在这样靠近你，我就不会放手让你离开，我要一直这样紧紧抱住。哎呀，好紧。我不会放手让你去哪儿。真的生病了吗？哦，当然是真的生病了。在哪儿？在哪儿？在哪儿？我帅气的副主编在哪个病房啊？苏西小姐，你啊！哦，我的男孩，副主编，你为什么要让我对你如此担心呢？对不起，主编，我没事了，抱歉让你担心了。没关系，你的脸色还很苍白呢。看看这束美丽的玫瑰花，或许能让你精神好一点。嗯，好，谢谢。啊，在这束美丽的玫瑰花和我之间，哪个更美啊？都这么明显了，还回答不了吗？说吧，我很想知道的，好吗？好吗？好吗？什么声音啊？什么声音啊？我没听到啊。声音好像从柜子里传出来。哎，等一下，护士说不管听到什么声音，让我不用管，免得震上身。什么震上身？我也不确定，但是这里是医院。可能有很多故事吧，而有些故事当中，也许就是在这里发生的，在这个房间，也是有可能的。苏西小姐想知道吗？不！我可以叫护士过来。不用了，副主编，不用的，我不想知道这种事情，不太适合我的。忘记了，我约了朋友哈、啊，约了朋友啊，我要先走了。啊，祝你好运，别被摘上了。别！什么？不要说，你看到什么了？看到了。但是看到什么了？我后背吗？后背。我看到主编。忘记那东西。
哇，样子变了不少，差点就惨了。怎么样了？刚刚什么声音啊？头撞到的声音。哎呦，痛吗？对不起啊。嗯。老天都嫉妒了。兰达，怎么了？今天是我父母的结婚纪念日，我妈邀请你去吃饭。但是今晚我们公司说要请客吃饭。哎，不要说你去不了了。那我请求公司这边早点结束好了。哦，能不能去你就得告诉我，但是我非常的想让你去。我会和他们说，然后告诉你的。赶快赶快，很着急呢。哒哒哒哒哒。哦，好，然后这个位置再调整一下。这里你注意一下。大家早上好。早上好。早上好。老板你还好吗？不管怎么样，希望大家今天勤奋认真的工作，配得上今天这么灿烂的一天。是是是，加油。老板他是在唱歌吗？是啊，真的好奇怪。真是奇怪啊，哪根筋不对啊？没错了。什么？这就是正坠入爱河之人的症状。一定是。哼，肯定是。真想知道是谁这样赢下了副主编的心。他会有这样的行为很明显啊。嗯，太明显了。你看那两下子扭，就是坠入爱河了。工作去了。唱歌呢。好了。是的。嘟嘟嘟嘟。好的，那就决定用黑色了。好的，就这样。胖子，又笑那么甜了，禁止禁止禁止。为什么禁止？禁止。禁止。为什么禁止啊？看到我女朋友很开心啊。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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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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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停！禁止这样做，禁止笑那么甜，禁止在公司里面碰我。大家都在怀疑了，他们所有人都想知道你的女朋友是谁。知道就知道，我也想炫耀我的女朋友。胖子，禁止！胖子，停！你先冷静一点。怎么了？如果别人知道我们是男女朋友，工作的时候就会有麻烦。所以在这里的时候，麻烦表现得正常一点，卡文先生。这很正常啊，我平时是什么样的？你平时的样子，看看。你平时这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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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然后你的脸这样像。
捣酱什么？我是你的玩伴吗？不准笑。采购，你如果五点前没有把文件送出去，我就开除你。不行，不能骂自己女朋友。喂，太棒了！这些的小说真的好棒啊！哦，啊，东哥，你看完了吗？借我看看。借我看啊！随你。先借我看。先借我看。借我。先借我看。借我看。求你了。我。别下。我先借了，让我先看一下。我想。帕拉姐。喂，帕拉姐，等一下。帕拉姐，你等一下，我帮你看后羿了。哎，我也一起啊。哥接电话呀。帕拉帕林小姐，那么晚了，为什么你还不回家？喂，不用装了，大家都回去了。是吗？那为什么不告诉我，害我装了那么久？你为什么坐在这里啊？难道是等我一起回去？我知道你很忙，我只是留下来和你道别而已。为什么要道别啊？今天呢，是我父母结婚的周年纪念日，我要回家吃饭。那我们就不能一起回去了？嗯。我、哦。哎呦！康文，你怎么了？哎呦！你怎么了？但我知道不能和你一起回家，我的心就好痛、啊。你啊，姐姐，疼死你算了。疼，不是醒的，是背后疼。不是。谁教你的？没有谁教我啊，但我们真的不能一起回去了。哦。既然这样，那让我送你吧。不要，你还有很多工作。我都已经工作一整天了，你没听说过吗？如果在一个地方坐很久，很容易得职业病的，所以就应该出去舒展舒展。卡文先生，你好像八爪鱼一样啊。是我错了。那让我送你吧。那就随你吧。你同意了对吧？走吧。走吧。手真重。可以走啦。走吧。先放开我，喂！你进去吧。你先回去。你先进去。你先回去。不想和你分开。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再见到？
你怎么那么缠着你的女朋友啊？我们可以打电话聊天。电话是肯定要打的，但是就是不想和你分开。你要回去工作。工作可以等。我也可以等。走了。不走。走。不走。走。五分钟。哎呦，看看看看看看，你们两个在牵手啊！彭林，快走开！哦呦，窗户有孔，门上有缝哦，我都看得到，我都知道。妈妈，帕洛姐带男生回来啦！对不起，伯父，我原本只是想送帕洛帕林回来而已，所以没有买什么礼物过来。只是送他回来而已吗？没关系的，没关系啦。哎呦，我们都要成为一家人了，没有那么多条条框框的，对吧？是。一起来庆祝吧！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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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们只是交往。什么一家人呀、啊？又还没有结婚，还有他还要着急回去，干嘛拖着他呀？嗯，是吗、啊？是吗？既然都来了，先和我们一起吃饭吧。不行，就是不行，他的工作真的很多的，真的超级忙。也好，既然来都来了，那一起吃饭也不错。我们女婿这么可爱，还是说要再来上次那样？爸，不要了。那个是真的喝不了。没关系，没关系啊。来来来，上菜上饭啊。好好。彭林啊，去帮帮你妈妈啊。好。来来来，边吃边聊啊。来来来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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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。今天真的好搞笑，我很开心，谢谢你。你真的不用在乎我爸妈还有彭林说的话？为什么不在乎啊？当然要在乎了，因为总有一天我会让它变成现实，我们一定会成为一家人。嗯，嗯，你回去工作吧，我走了，拜拜。拜拜，给我点鼓励。你啊，走了，拜拜，拜拜，走吧，拜拜，拜拜，走吧，放开，放开我，走了，拜拜，拜拜，回家小心啊。
我们当朋友。嗯，